海浪大了，过了那个弯，这边海浪大了很多。对，大了很多。嗯，这段海岸正好是逆流。哦，大浪来了，感觉比刚才明显的那个要难滑了。最后那一段，它顶着风，需要把桨放得很深，然后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往前推动。正前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最后冲刺！冲刺！加油！速度好快啊，一博！加油！哇，登陆了！哇，尤其最后这一段，我觉得好累啊。是的，根本滑不动。快到岸边的时候，一直在把我们往外面推。对对对，但是你比我力量强多了，一下就甩开我了。那没有。